在哪里？吃了吃了，他吃了，我相信你。不要隐藏你自己。太吃可乐果了，太吃可乐果。安安，跟你们说，你们一定猜不到今天谁要来啊、嗯？今天只有一个人，我原本要两个人，但是他有点啊唧唧歪歪的，所以我就先邀他喝。我跟他约八点啊，我不知道他八点会不会出现。对啦，对啦，是海牛，是海牛。我很有心啊，我还自己去搞了张海牛图啊。我觉得我好用心哦，他以前好瘦哦，我天哪，海牛来了啦！海牛，你为什么要在我说你胖嘟嘟的时候这样？喂，哦，有了。为什么要偷讲我坏话？我没有偷讲。干什么东西啦、啊？这个超人刚好搭到你的脸了。爷爷来过我。可怜的爷爷。要敬老尊贤，要敬老尊贤。脾气不好是我惹的。这句我喜欢。哇，不要吵架，队友。吵架不会变强吗？对啊，干什么东西？但是很爽，可以发泄。不要啦，好孩子不要学。职业选手想要带人家飞，结果哪有？真是别说这种话，我们是友好的玩。你这样想害死我，是不是他妈的？哇，甲虫来了！哇，他一套就把我带走了。你输强多了，我听你在放屁。一个地方跟我说，输比我强，好啊，都你来玩啊。大家都当职业选手了啊。有，真的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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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上了上了上了，有了有了，然后继续就、啊，快快快，你快走，快快快，快。还可以，哇，撞那个冰球！哇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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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王子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加油啦！冰啊！哦，对面有牛耳哎，海王李宁，他爱你，我救过他。完了，并排三刀，对，就因为我这一个被抓。哎、欸，你看啊，对面 MVP 零零这个爆炸头 ，No way， 无法接受零零击溃的事实。你知道双要在 Garena 赖不开吗？我只是想要刷一下存在感。说啥呢？我想，我觉得海牛放在那边很好啊。没有，他们在那边计较。你说把他扣住我脸上吗？哇，好像也是可以。我把你移到我的脸上了。What the fuck？ 这样是对的吗？开玩笑哎、欸啊！你干嘛啦？干什么东西啊？哈、啊，干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你又怎样？阿牛，阿牛，你嘞？你怎样？啊啊！怎样？没事，我走吧。Go！ 漂亮。Nice， 这大概是我看过你做过最棒的事了。再给我讲一次，是不是要说我刚刚没？对了，蛮没有啦，开玩笑哦、喔。我玻璃心碎。怎样？是谁吗？你谁？我是胖子。没有开玩笑的，谁说回放高地的？自己去啦。赶紧去啦。那你看一下我脚底下有什么东西。没关系，我马上去了。可恶啊，过去抢！
过来，给我过来！可恶，海牛你玩输对不对？啊，到底玩什么啦？我问你，被认出来了啦！智商被你拉低了啦，苦力猪！你不要被看到。哦，刚讲完，对不起啦。如果有 AIC 资格赛，你会尽力拿下门票吗？花小，不然又不尽力是不是啦？啊！这里，下一个 ，biu， 干，妙在那里，在哪里？死了死了他死了！我相信你，不要隐藏你自己。吃可乐果啦！吃可乐果 ，biang biang biang， 手速可以咯。哇，这个输出不要再讲了啦，太行了。哇，又有零零，哎，对面有两个爆炸头。啊！Oh my god！以后谁 cosplay 零零，我直接把他爆炸头扯下来。不能这样啊！来啊！我杀到零零了，怎样？哦！我感觉我现在是世上最幸福的小孩。傻眼！我发现我射零零好像特别准，爽啦！我不想拆塔，我要杀我的零零。他半血，他半血。你再不给我点塔试试看。零零比较重要，还是他比较重要啊？给我搞清楚。再给我讲一次，我下次扯你头发。抱歉抱歉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做那个事情了。什么事情？很刺激的事情啊！到底什么事情？来了！哦，你要玩他哦，可以耶。哎呀，四公女啊，想死你了！我的天，我也不知道海牛怎么了。当选手压力是不是很大？大的要命啊！当选手很累，要死啊！啊，没事情啊！啊，完蛋了，我要脚顺移。这场被打得太快了吧？这场好快啊！对呀、啊，我都来不及反应。看样子这个造型不太对，这造型有毒。对不起。那造型不是单身狗用的吗？我就说了，道歉要露什么？自己乖乖乖乖的哦。道歉要露出那个吗？不行啊！我的天，他们好残忍！他们好粗暴哦！我拿出那个男人了，你们小心一点。那个男人不能说的那个男人，不要再当小瘪三了。那个螺丝。是他是他、哦、是他是他，那你妈会看你的精华吗？会。真的假的？很尴尬。看走到死路。什么北七瓜小瓜小。哎呦，你好像很秀哦。肯定的啊，很认真在杀人耶。我经不起嘴呗。好，怎样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我再受不了了。每当我爆气，我都会拿出这个男人来。有一点吓到。初吻 kiss， 假 kiss 不要再来啦。假 kiss， 那个爱还给我撇一个横的，有看不出来哦。打人呐、啊！没想到被勾了吧？好了，吓吓他，我怕他爱上我。就三小，哇、啊！怎么打你不直接来？哦，逛街哦！要 K 率是不是？至少你要前进一步。对对，努力了一整晚，打了四个小时，还在原地踏步。你们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这代表我们怎么打都会在 B 牌，所以我们就是 B 牌仔。哦哦，我是 B 牌仔。啊、oh! ！好衰好衰好衰，上分就倒霉。What the fuck？
拦给中路比较好。这个排位的中路，你看刚给他拿，你看现在他底下有吗？没有嘛。你看给我的话是怎么样？对面被我跳爆。我的蓝呢？哦，不要再拿我的蓝了啦，那么烂，洗吧。就是因为那第一个蓝 buff 被拿走了。真的？要啊，这都输，我会崩溃哦。我相信你，你拜托，阿莱斯特，我的天！我感觉人生充满了绝望。我也觉得。